哎，咱幺幺，有真多零食开心不开心？爸，你咋敢买这么多东西呀？不是恁爸买的，跟人家厂家你再借的。啊，怪不得的。这有香肠的。哦，那今晚上咱有口福了，到时候我去给炸炸去啊。不去吧，你买西瓜累一天了。你这脚不方便，还是我去吧？哎。 一会儿咱俩喝一杯吧，这又振兴好吃的呀。我干喝不吃不药的。哦，我给这事忘了。那恁吃吧，先吃零食啊。我去炸火腿肠去。我发现现在天黑的早的，这黑都7点多都啥也瞅不见了。以前8点天还亮着的，可能就是啥呀？咦，这是毛肚呀？好不好吃啊？好吃的很，这。咦，人家还怪大方的，给俺寄的净猪的东西。 你先给放上去吧，我去给火车上炸炸，一会儿我再炒个菜，记得好好改善改善生活啊。有没有我帮忙啊？没有你，你上屋去吧，先吃零食啊。啊。恩子，你给那毛肚拿出去，我收拾咋吃的。啊。你少搁那洗一会儿吧，天气凉了容易感冒。 还进去都洗不够。咦爷，出来吧，一会儿咱吃好吃的。爸，这个毒猫吧？毛肚不叫毒猫。哦，俺没见过这。应该是搬出吃的吧？这里边还有好几个料包的呀。爸，你看看说明。咦，真多芝麻！这应该好吃的很吧，哥呀？哎，这净芝麻。闻着都可香。 是不是流汗水了？你还流汗水了？我没有，滚远点去吧。来吧，孩儿们，动劲吃吧。咱俩吃个汤吧。对，先叫恁妈吃个。我不吃，我没有好多。说啥呀你？好吃。好吃啊？好吃有多吃的？哎呦。这酒啥味儿啊？酒可不能喝啊。我不喝。 对，小孩们不能喝酒啊，吃吧。今儿个咱的晚餐非常的丰盛，呵呵，很爱，是吧？呵呵，你是吃的啥呀？吃火腿肠。火腿肠。哦。<笑>这啤酒还是上次我买的6罐剩的2瓶。爸，你尝尝这个可吃。我不吃这个，恁吃吧，我喜欢吃这个鸡蛋。呵呵。哎，光激动了，光想着人家拿的零食激动的。 今儿个俺没算账呢，咱我今儿个是卖了6百多吧，现金是2百多，手机上是收了3百多块钱吧。嗯，啊哈，嗯，那这两天怪重呀。嗯，今儿个又收个5块的，还得占一下。光说吃菜吃不饱，这馍也够6包。应该快中了吧？先吃菜吧，紧着菜吃。恩子，你吃饱了不？我吃饱了，满足我这肚子。嘿嘿嘿嘿嘿。馍都吃不下去了。 瑶瑶，你吃饱了不？吃饱了，就给这个吃完。嗯，<笑>姐妹们，俺今天的视频都到这儿了，咱明天再见。<笑>